我亲身见过范冰冰。好了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大飞。在上一期视频呢，我们投了一个票啊，结果这一个投票结果呢，语文呢是占多大数的，期末冲刺100分。今天这个事件呢是全真模拟训练密卷。我小学的时候语文是最好的，谁考输了啊，谁有惩罚。我们计时30分钟啊，预备开始。不会，不要笑啊，不要偷看，注意考试纪律。肢体的肢是怎么写？我不会。他是说用精力造句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不要问我呀。是不懂了吧？是不会夸张了吧？赶紧写，没时间了。你笑什么？不要笑，赶紧写，快点，没时间了。关于儿童的诗句，是关于送别的诗句呀、啊。关于儿童的诗，真难呢。关于儿童的有什么样的诗呢？啊，我率先完成了，已经30分钟了，剩下就是你了啊，加油哦！嗯，好了，我也做完了。现在我们全部都搞完了啊，裁分环节啊。先改你的还是先改？先改你的。这边呢有一个期末，哎，不要改了啊，不能动。我们做的是这个期末考试试卷，第一题正确答案是蜿蜒，错了啊，你这是二声道啊。第二个，站，2分啊，这个对了，选A 对了哈、啊。句对了，圆对了，支，好，第三题全对，第四题选的是 B， 你选的是 C， 好，错了啊，擦掉。还有第五题的正确答案，他一生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，我亲身见过范冰冰，见过范冰冰吗？嗯，我确实是见过范冰冰啊，是用经历造句啊，我就亲身经历见过范冰冰，那你没写呀、啊？就少了2个嘛，错。擦掉。那我刚才看不懂题的时候，我问你，你又不告诉我。谁家考试的时候想交头接耳啊？那我这个也错了，我这个也没写啊，亲身遭受过啊，也错。第六题是，这些花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，怎能不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呢？嗯，我这个也可以啊。是否显出？对啊。是否？不可以吗？反问句嘛。对，树叶在哗哗的响，换为拟人句啊、树叶在哗哗哗啦的响，就如小孩子在哭啊、算你对了，好吧。对呀、啊，闷。教室里很静啊，改为夸张句，教室里安静的一匹。这夸张吗？夸张啊，一逼。好，算你对。湖面平静的像块镜子，好，对。对嘛。因为这个课文呢，其实我们没有读过这个课文呢，所以这一题我们就搁置了啊。写一句关于送别的诗句啊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这是歌词啊，也可以啊，你不唱出来，它就是一个诗句啊。你们觉得这个是对还是错啊？我让网友们去决定。第三是阅读理解啊，第一题啊，扶持的手引导箭头啊，你写的扶持的手引导箭头。第二节比喻成温暖的话，肯定的回答，你是不是照着这上写的呀？你神经啊，这里不是有的抄吗？这写着啊，你是抄过来的啊。好，友谊能给我们带来正能量与鼓励，遇到挫折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友谊能给我们带来正能量跟鼓励吗？是让我们不怕挫折，勇往直前。其实你说这个也是很对的，就是带来正能量与鼓励嘛。好，算你对了。你认为真正的友谊是什么？我认为真正的友谊是你们多久不联系对方，却仍然一个电话马上到的那种。啊，行，你是个人物。这是选 A 啊，你还迟疑了一下。第一题啊，泪珠，正确答案是泪珠、它是人类纯真感情的升华而凝结出来的。正确答案是泪珠是人类内心纯真感情的升华。哦，好，对了，前两颗泪珠的心里怎么想的？很自以为是，你写的是高傲自傲啊。我是大海的女儿，凭什么不选我？她算什么？我才是最珍贵的。他们心里就是啊，反正就是自以为是高傲嘛。行，对了。第五题是，你得到什么启示？
每一刻流下的泪珠都是值得爱惜的。做人须有自知之明，不要过分炫耀。那你这个属于错还是对呀？错吧。我们看看这一个附加题啊，蛇出洞，东张西望。第一题是老鼠，错掉。第二题是狗嘴里拔牙，你找死。肯定是老虎嘴里拔牙呀。狗嘴里拔牙也是找死的。狗嘴里拔牙为什么会找死？你去拔五十的牙，你看它找死不找死？它舔你。第三题的话是狗，然后是老牛、猴子。狗，对了，耶。嗯，好，羊吃草。那为什么？牛它就是吞吞吐吐呢，为什么羊它就因为牛的嘴大呀。这正确答案就是老牛啊。然后第五题是猴子啊。嗯，对了啊，猴子。那我猴子吃辣椒这儿挠腮。咱们算一下啊，这附加题十分，错了四分啊，减三分，总共错两个，减两分嘛，这个减二分，这个减三分，减四分，减六分，这减四分。我们算一下啊，总分是79分，飞草的得分算出来了啊，总共是49分。到我的了，你这里错三，里面是三横吗？嗯，对啊，全部都是三横的。啊，这句全都里面全是三横啊。第六题，这些花既不朴素，那错了，错，全部错，不用看。刚才我就是被这句话笑的。啊、树叶小姐姐扭扭腰，就哗啦啦的响，你看这是不是拟人句吗？比喻成一个小姐姐，对不？扭扭腰就好了，那算了。啊，对了，静的就像刚才被炸弹炸过一样。错，炸过之后也是有点声音的。没声音啊？有。没。鱼炸。嗯。这个可以，怎么？不及汪伦送我情，这是一个送别的诗句啊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。是这句吗？你查一下。赠汪伦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啊，这题我对了。这些都错，一看就是错。有意能给我们放？给你，对。选 A 啊，对了。嗯、泪珠，没有了我就不会有大海和苍穹。嗯，可以了，反正他就自以为是嘛。对呀、啊，这是不是对的？每个个体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。算你对一点点的哦。老鼠。嗯，对。老虎。你什么时候改的？我什么时候改的？我写好的。狗。猴子、牛，看、啊、我都对。哎呀，这个错的怎么那么多呀？起码扣十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分。哇，这一个错了八分呢、啊。减二，减二，减一。每题两分。嗯，减二分，减二分，减四分，嗯、减四分。到我们了啊！25，26.5，这还用算不？嗯。79，我就当他减27分，比我少三分。我是52分嘛，费嫂的总共是49分，我呢是52分，我还没看到什么惩罚呀，要不画个花脸吧？又画花脸？点赞最高的我还没有看到呢。你不要画太丑啊！什么鬼呀、啊？那么大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像什么呀？没看出来呀。行了，这样就是很大的惩罚了。嗯。我会被笑死的。哎，不可能，没人笑你，放心。这一次虽然啊你惜败，但是下次都说不定了，对吧？下次咱们考数学啊，我数学是最差的，你要是赢了我，我给你倒一盒可乐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好。网友想看吗？那肯定想看的，想看的把想看打在公屏上。本期视频呢，不知道大家看得开心不开心，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我们节目点上一个赞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